这一家小琉球唯一的一家。那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5点半就下班喽。小琉球的油很便宜哦，比台湾本岛的油还便宜啊，大概便宜个5块。为什么比较便宜？因为我们住离岛的关系，因为在台湾住离岛没有营业税，在台湾住离岛没有牌照税啊，燃料税有7折啊，这是住离岛的福利啊，蛮不错的啊。对，这小琉球最大的渔港，它叫大武渔港，那种白色船只就是抓尾鱼、吃黑尾鱼的船，做生鱼片的那一种。那我们这边抓的量有多少？供应台湾本岛还有外销日本，大概占70%都是琉球人抓的。因为这边没有设鱼市场，菲律宾东港就是你们坐船过来那个地方叫东港哈。叫做 Happy 会馆。在哪里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啦。在小琉球。在小琉球。你两边招多少人都不知道。Happy 会馆吗？Happy 翻过来了。对的对的。可是中午那个好小一间哎。它名字是不是就是叫？对，也叫 Happy， 但是好小一间哎。对，那个是 Happy。上面这一间就是小琉球的信仰中心，碧尼寺。它所供奉的主神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是在1736年哦建好庙的。已经280多年的那个毕竟是小琉球的第一所学校啊，第一所学校啊，第一所学校已经创校120年了。那这个岛哦，用行来行来头哦。有要去 Seven 买东西吗？有没有要 Seven？ 有没有 Seven 买东西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就有经过停一下，要不要？Seven 有买什么？有水果吗？要买水果是不是？